Halo, selamat datang di konten game Bola Mania Mantap. Perkenalkan dongeng Maman Cilung yang adalah anak seorang pengusaha aci gulung asal negeri pizza Italia yang memiliki cita-cita membawa klub dan timnas yang dibelanya menjadi tim yang bergelimang trofi serta menjadi pemain bola paling tersohor seantero dan sejagat alam dunia. Ci siamo, possiamo dare inizio alla conferenza stampa. Era l'ultima domanda, la conferenza stampa finisce qui. Grazie. This城市最重要的日子当然就是德比大战的日子，尤文图斯在主场安联球场对阵都灵，绝对不容错过的都灵德比大战马上为各位带来。 各位球迷朋友们，我们现在是在著名的都灵安联球场向您问好。今天将要在这里上演的就是尤文图斯对阵都灵的德比大战。或许这两支球队在荣誉上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德比大战，双方的斗志肯定都是全部拉满的。 现在看到的是都灵队的首发名单。目前来看呢，像是一个5-3-2的阵型啊。这个阵型的话，要求边后卫在进攻的时候要大胆的助攻上去。尤文图斯开球，上场比赛现在开始。塔夫朗图拉姆，这是一脚超远距离的打门，一般来说这种射门没什么机会。这脚远射质量不高啊。方向没找准的话，射门力量越大越尴尬。给了尤文图斯一个任意球，只要他一出场啊，那就值得我们从头到尾的关注。他力量十足，对抗中从来没有落过下风，不夸张的说，壮得像头牛啊！边路很空，孔塞桑，看球动作很大呀。对。 这样做风险太大了，哎，这个球犯规队员逃过一劫，主裁判没有判罚点球，但这样一来，看台上的球迷就不干了。这脚穿越球不错，机会很不错，守门员这球扑得好啊。 孔塞桑，图拉姆。
看看尤文图斯这次进攻会不会有收获。选择打门，没打进，门将这次就很优秀了，解围全靠他呀。尤文图斯多少有些运气不佳，才没能打破僵局，不过进攻质量倒是非常不错。看起来机会又快要来了，他准备好了吗？选择了远射，尝试了一脚超远程的重炮啊，稍稍偏了一点，对手确实给了他很大的射门空间，尝试一下未尝不可。哎，他们重新拿到了球权，传得好，有机会，幸好这球被封堵了。断球了，看看下面要怎么组织。找到了防守队员身后的空档，总该进球了吧？门将扑到球了，但是没有拿到，防得很好，没给对手留机会。想找前面的队友，了不起的封堵啊！吉列尔莫·马里潘，安东尼奥·萨纳布里亚射门，门将直接把球解围出了危险区，他们差点就取得领先了。这次进攻的处理可以说是教科书般的完美，但无奈最后面对的是一位爆发了小宇宙的门将。门将这样的表现啊，全队的信心那都会提升的。赫恩·库普曼纳斯，关键时刻将球拦截，成功化解了对手的进攻。比分虽然是平局，但是他们给对面的压力一点都不小啊！必进球啊！哎，主场安静了，因为这次是客队在德比大战中取得领先了。来看一下禁区的回放，这脚传球分量给的恰到好处，完美的穿过了对方的防线，送到危险区域。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他都完美的应对了，找到了机会起脚射门。至关重要的进球啊，从教练的反应来看，他现在深信自己的球队能拿下比赛。比赛现在继续，尤文图斯现在落后一个球，这球给得好啊，他能扳平比分吗？啊，没打进，守门员注意力很集中啊，没有犯错，还是不要在这种地方丢球比较好啊。这球没进，这个球门将表现不错啊，直接化解了危机，球直奔球门而去，这回倒是很容易就拿到球了。那如果每次都要像刚才那么难的话，有哪个门将受得了啊？啊，太刺激了。曼努尔·洛卡特利，球到了前场，开始组织进攻，直接打门，球打在了对方身上，弹出了底线，角球。哦，这个角球是一个非常好的扳平机会，
这个角球飞向了禁区中间，球出界了，直接外球。上半场时间所剩无几，他们现在比分落后，局面不容乐观。他们这个半场的发挥多多少少是有些枯燥的，进攻上没有看到太多的亮点。我觉得他们下半场可以转变一下进攻的思路了，套路可以适当的多一些变化。洛卡特利，突施冷箭，这球还是没能越过门将的食指关。角球给到了禁区中间，主裁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也随之结束。他现在这个表现恐怕很难说完全满足了球迷对他的期待啊！到目前为止，他的表现惨不忍睹，作为球队的尖刀人物，居然没有获得几次像样的射门机会啊！本场比赛的下半场现在开始了，裁判给了任意球，球被解围出了危险区。佩德森，这次队友的支援很及时，把角弄射。哎呀，他们本来应该已经两球领先了。在足球场上，错过机会通常都会受到惩罚的，他们接下来可要小心喽。嗯。库普麦纳斯，这是要上演长途奔袭啊！扳平的机会，进了，击中后卫，折射入网啊！这就是后卫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啊，乌龙球啊，除了一声叹息，你所能做的也只有向队友和球迷道歉了。镜头找到了教练，这个扳平的进球也把他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比分被扳平成了1-1。这个传球很精妙，可能会有机会。这是一次头球攻门，大概算是一次攻门吧，不过确实没对球门造成任何威胁。常规时间已经过去了60分钟了，还剩最后的30分钟。库普麦纳斯，
有起脚机会吗？球进喽！他们打破了平局，领先对手。这个进球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这脚极具穿透力的传球，我们通过回放再来欣赏一下。这次门前的处理也是保险起见，发力来打，并且完全没有失误，相当精彩。目前的比分是2-1。绝佳的机会又来了，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再下一城，可以说是锁定胜局了。这次和防守队员的较量中，他取得了胜利，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真是好球啊。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1。安东尼奥·萨纳布里亚，这个传球找到了空当处的队友，漂亮，这球被挡住了，有球员要上场了。这是想要做一下配合，布雷默，常规时间只有最后的20分钟了，他一直带球向前。这次进攻本来成功的希望是很大的，不过球还是被对手断走了。这种机会不可多得，这球没进，守门员直接将球击出了危险区。这场比赛尤文的进攻简直太棒了，数据统计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球传出来了，这种向前的能力啊，确实是球队所需要的。控制力量啊，也是一门学问啊。这脚转移球啊，力量就太大了，队友拿不到啊，界外球。马拉西亚，球权又回到了尤文图斯脚下。交给了库布曼纳斯，化解了一次禁区附近的攻门。安东尼奥·萨纳布里亚，吉雷尔莫·马里潘，马里潘，萨纳布里亚，裁判给了尤文图斯一个任意球，教练在场下准备换人了。
佩德森，看看怎么组织进攻。裁判示意伤停补时三分钟。想尝试打个角度啊，但这个角度完全错了啊。会不会是过于关注角度了，然后太过紧张了，没找准中位啊？嗯。传过去了，有可能再次形成机会。全场比赛结束，尤文图斯在本场比赛中全取三分。的确，双方差距并不大，但是他们赢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当他拿出这种表现的时候，我觉得再严格的球迷也挑不出毛病来了。他今天真是一刻也没让对方的防线好过过。上一晚没调二度的好戏，教练看到他这样的发挥，应该是会乐得合不拢嘴了。Ringraziamo il mister per le sue dichiarazioni.